12学年度2年制北区张科学校联合招生，今天开始在台北大安国中、烈寿国中举行2天的考试，10800多名考生报名参加这一次的考试。北区联招会主任委员、龙华工专的校长李建云在巡视考场以后表示，今年考场秩序良好，缺考的考生也不多。二专联考今天上午考国文、数学，下午考物理，明天考三民主义以及各专门科目。今年二专第一次以高职毕业生为对象，预定在7月30、31号分发放榜。